大家好，我叫陈义福，我是元泰燃料贸易的这个董事长。我将会在来临的9月22号在我们新苗邮轮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业历程。在这个创业的历程中，包括这几次的这个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，这些经验我将会在这个大会上跟大家分享。